东西啊叫水弹，是我昨天户外赶海的时候捡到的几个。有个小哥哥私信我说他有这个强迫症啊，看到这个东西就想捏，让我替他捏一下，他就给我一个双击。那个小哥哥你还在吗？在的话就点亮红心加个关注吧。祝进来的老铁2019年能够发大财，走好运。那天啊，在梦里梦到了一个小美女私信我说，臭脚哥，你能不能拍一个抓八爪鱼的视频啊，这样的话我就给你个双击，再加个关注，再加一个么么哒。那个小美女你在不在呀？双击关注不要了，就给个么么哒吧。哦，这个八爪鱼还是这个小妹妹比较会捞啊。有的老铁他一进来二话不说反手就是给小妹妹来了个双击，有的朋友怎么样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老铁你给个关注，奥利给。这一条搁浅的安康鱼是我今天早上在海岸边发现的，听我80岁的舅老爹说过，这鱼非常罕见，平生他也是第二次见过，是海里面的吉祥物。看到他双击的朋友2019年能够发大财，走好运，家人身体。老铁们，映入眼帘的这个叫老头鱼，听我年迈的爷爷说过，这鱼非常少有，而且具有灵性，认识它的人不会超过100个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看见，就留下你的双击加关注吧。老铁们，给就给一个吧，给一个嘛。